始呢，是我们全球呢最大的跨国三对三篮球联赛。那我们在台中站的即将呢正式开打。那我们一样呢，所有的赛事都依照了国际的这种规则方式，要来为大家呢做一一的介绍。所以呢，我马上呢要进行我们今天第一场赛事，先由台南六级野兽队出战高雄岳阳国际。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南六级野兽队，球衣编号是叫了关浩伟。12号的卢景勋，24号的林旭举，现在我们为各位介绍球衣编号21号的邓礼智，现在我们送了高雄岳阳国际球星球衣编号91号的张宝军。球衣编号2号的李义阳，接着登场的是我们球衣编号69号的韩瑞宏，最后呢登场的是我们球衣编号7号的吴启贤。紧接着为各位介绍上半场的两位裁判，裁判陈超宏，裁判苏雨燕。
那在死球的时候呢，随时能可以做一个换人，好，一个篮下打板得分。好，朱杰。Thank you.
Thank you.
三公分。对方呢，三对三当中，比赛时间为十分钟，获胜的哪一队呢，率先能拿下二十分的话，就只有该场了。在这里，目前的双方比数呢是19-13，代表时间呢剩下最后的2分18秒。
第二场赛事，先由彰化青年队出战高雄炼金术师。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彰化青年队球员的名单，七号的李佩恒，以及球衣背号十号的蒋浩伟。最后呢，为您介绍是球衣背号十五号的沈瑞阳。杀入，现在让你杀入。接着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高雄炼金术师，球衣背号三号的徐子轩。球衣背号九号的洪瑞谦，球衣背号十一号的吴成瑞，最后呢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球衣背号五号的徐正正，以及分场示范的两位裁判，裁判现场先生的林月烈。好，我们一起呢看着镜头呢比一个 three and three。好，谢谢。把时间呢交给大会的裁判。好，经过直筒板之后呢，第一波球权是身着白色球衣的彰化青年队。
Thank you.
现在目前呢，双方比数呢11-15。我们两个大满贯呢，团队犯规已经来到了6。
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中梦想家青年队，身份编号十一号的许俊伟，也是身份编号七号的曾明伟，二十三号的刘明道。最后呢，为各位介绍的是九一号、十二号的 David 戴维。今天的登场呢是台北密尼尔设计，身份编号七号的。好，那我们先拍照，好，我先看一下，看一下镜头。好，谢谢。那我们先请入座。今天的登场呢是我们台北密尼尔设计，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是七号的韩其章。三号的蔡宗赫，四十七号陈希宇，最后呢为大家介绍是九一尾号八号的郭如生。好，今天我请上的掌中央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镜头，谢谢。接着呢，为大家介绍本场直播的两位裁判，裁判洪志轩，裁判张志展。好，马上把比赛时间呢交给了大会裁判，进行了成功管理制。
长严琦呢，这个百忙当中特别赶到我们活动现场。Thank you.
所以呢，要麻烦各个队伍，那如果我们选手已经就进队的话，可以慢慢的往我们这个充气的那个三对三的充气的位置这边做一个集合喽，谢谢。Thank you.
技术团的一次。
听众大家午安。很开心呢，今天呢在台中市政府的广场上场前，进行的是我们2022年职业赛点 ESC 全球最大的三对三篮球赛联盟，在我们台中的开幕战。真的很感谢呢，在这里有很多的大力的支持。那么今天的比赛呢，绝对相当的精彩。在我们参赛之前，我们首先呢，先把时间呢交给了我们最美丽的啦啦队。接着登场的是我们台北天气。
举行我们2021年的冠军队伍。那今年的话，将为高雄台塑。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中建国塑胶。哎，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地主队，所以在旁边。最后呢，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台中梦想家青年队。也欢迎他来到我们场上和我们支持加油的，欢迎台中市议会副议长，欢迎严立敏副议长。
梦想家青年队有在参赛，大队梦想家也在我们台中洲际要举办今天的季后赛的第一场的台中主场战。我想副议长交付的任务我们没有把它懈怠了。那我们市长这几年对篮球运动的发展，我想会一直在透过这样的政绩让大家感受到台中对篮球运动的支持。我想在最后还是代表卢市长感谢今天所有参加这次活动一起促成这样活动的所有贵宾，那特别我现场给梦想家的陈立忠陈董事长也在，那小娟姐也在，都是现场来支持。未来我们通过这样的运动来行销台中，行销篮球，让我们所有篮球的舞台在台湾可以再到一波非常辉煌的这种时代。那代表卢县市长也代表市府庆祝今天大会圆满成功。我们的年底还有，我们要相约在我们的火车站大平台要打总决赛，我们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台中感受台中的热情。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也邀请我们今天到场两位贵宾呢，我们一起我们上台好吗？那么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岁月四点 ESC 的联盟金奖，欢迎吴岱豪金奖。吴岱豪哥，接下来我们贵宾就不讲话了，好不好？对，那非常站在吴岱豪旁边，就是人生的最可爱、最娇小的一次了。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的副理事长，欢迎呢陈立忠，我们立忠哥。以及我们事业界的联盟顾问，欢迎我们陈春苗陈顾问。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新域国际的 Tommy。以及呢，在这一次呢，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也欢迎唐博饭店集团，欢迎黄建成行销总监。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呢，是还有呢，等一下会赠送了很多精美赠品的，欢迎呢是我们勾打球鞋，欢迎呢军心。以及呢，我们主播场，我们欢迎呢张杰军总经理。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欧米整合行销，欢迎我们志伟，张志伟。那以及我们最资深的裁判长，欢迎张宇业裁判长。那我们这次的裁判阵容可以说是我们相当完整哦。那我们呢也请了所有的贵宾，那我们面对重量摄影机各一个合影。
那这场表演赛的十五强呢？那我们先把两队的表演赛，在这边呢，最近呢在网络上啊、相当红。其实从两年前他刚红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联盟呢参加过一个表演赛。那今年呢，我们用比较正式的方式呢，让他来进行了三对三的赛事。那为了呢，代表我们这个联盟对这位选手的尊重，我们要邀请呢，我们去年的冠军队来跟你呢同场竞技。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高雄台硕人称双刀流的刘定伟、刘衍谦。好，那他的队是人称在新竹蛮怪的一个人，人称捧红哥哥捧红。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局长啊，他跟你急，他跟你急长，蛮怪的哈，够怪哈。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委屈的队伍，他是我们新北富德陈俊鹏以及呢冷桂鱼。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队？这也是我们北区呢相当厉害的一支队伍。尤其呢，如果有看过我们去年赛事的朋友，都知道赖冠宇呢可以说是打遍天下，高的矮的他都要打。那双冠呢，如果今天大大大跟他不同队，我怕他会有危险。所以呢，我们特别呢请我们人大大大教主冠杰。好，那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温亮的芝麻的两位裁判，我们等一下呢会进行了五分钟的表演赛。我们请副议长帮我们鞠躬吧。副议长，副议长，在这个三对三的比赛哦，我们是采取鞠躬版的，以前都是什么绣球啦、或者推拳。好，那粉红色是这边，好，那另外就看我们在面向这边，好吧？来，副议长你站中间。好，我们请我们副议长和我们鞠躬吧，来决定的第一波的球权，来三二一 ，Go！好，红色是我们冠宇的球，谢谢，谢谢冠宇。今天的场地啊，真的是相当不错，真的很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议会大力支持。那在这边呢，除了呢不用担心晒到太阳之外，在我们市政府呢前方的这个大荧幕也是同步在转播，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呢每一个精彩的时刻。可以啊，好，来，预备。
你要先上来守他啊。果然站上我们2021年联盟冠军队呢。好，这是一个进攻成长的回忆。球权的回荡呢，是我们冠杰的球。对，因为你先认真要防守吗？来，哒哒哒。今天留眼前的励志呢，要成为哒哒哒的队长。哒哒哒，你要加油啊！我打。
先生，我们才打五分钟，你还好吗？能呼吸吗？睡五分钟，那睡个午觉就好了，你要不要睡六觉？好，合照一下。来看一下哦。那我们六位可以，我们拍一个短动态，好不好？短动态五秒钟，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好不好？来一遍。好，谢谢。这一个相当的有趣的开幕赛，也感谢了我们的所有的参赛选手以及呢今天大场来宾。我们接下来马上进行了我们最正式的赛事，大家一起加油！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钓联国际邀请的来，同样来自高雄的电竞术师。首先呢，非常跟大家介绍的是高雄钓洋国际生意背后二号的李玉阳，生意背后七号的吴信贤，69号的韩瑞宏，以及91号的张浩军。好，也请了四位选手看一下呢摄影机看的镜头。好，谢谢。来，那我们先请入座。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高雄炼金术师，首先登场的是我们3号的徐子轩，9号的洪瑞谦，11号、11号的吴成瑞，最后呢，为各位介绍出11号5号的孙娜、徐振顺。来，同样要看一下我们镜头 ，three， 谢谢。接着为大家介绍了本场执法的两位裁判，裁判陈昭宏、裁判杨世贤。身着黑色球衣的是高雄炼金术师，红色球衣的是高雄钓洋国际。在第一波球前是我们炼金术师球。
18比18。
身心灵龙出的队的十号的赖冠霖。好，这镜头是一个背影。好，谢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台中建国社交，首先在场的是我们23号的朱威臣，以及11号、3号的陈炳麟，17号的林炳峰，以及11号、9号的王子杰。身着白色球衣的是台中建国塑胶，身着红色球衣的是我们来自新北的 Cooper。
进攻犯规。Thank you.
的机会，欢迎你哦。
细腿负荷执行两次的滑球。
谢谢副队请求暂停。延长加赛很简单，谁先得两分，谁就赢了。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呢，洗完球马上外线投进，大概用不到三秒，这样我们就下班了。看是要选择蚕食还是青吞？要一分一分磨，还是呢直接的让对手一枪毙命？紧张哦！而且两队都有犯规的麻烦。下方的指挥层执行两次的罚球。
站位。
放声气球 free。有点机会烧。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本场执法的两位裁判，裁判谢尚坤、裁判张志展。Thank you.
Thank you.
俊男有眼睛有小男孩，从 眼中呢发出爱心的感觉，平常都只有女生会发出哦，想不到竟然有小朋友会喜欢上左嘴吸引男最可爱的留言圈。
间，分别呢是他们六分五十九秒的以及三分五十九秒的死球。冠军赛的 VP， 冠军赛的 VP， 将会获得我们常务的奖。
团呢所提供的住宿券。那也感谢我们团队的集团对于我们本次世界杯的 ESC 大力的支持，谢谢。那也请各位呢参赛的选手，那以及呢所有的好朋友，记得找住宿一定要找唐木的酒店集团。
进去的时候，出战的是我们彰化青年队。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彰化青年队，这一排号七号的李慧晨。这一排号十号的蒋浩伟。九一秒是我的沈瑞阳，好，战争天，战争天，一对而已，不是一对。好，谢谢。接着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军部座，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南铁斗。首先登场的是我们成员号十二号的卢景勋，十七号的关茂伟，成员号二十四号的林俊宇，最后呢为各位介绍成员号二十一号的张礼智。
Thank you.
场是用四点一 S 由联盟所举办的联赛，最高晋级的射门台北天津队出战来自台中的建国树上的精彩比赛。比赛开打之前，首先要介绍的是身着深色球的台北天津队深入主力单，球队二十号陈伟明。
赛，除了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加入我们这次的一个赛会之外呢，我们站的裁判的站的方面呢也是更加的了不起哦。在场上呢，都可以发现哦，我们有一位女裁判，也是我们的这次的裁判之一苏玉燕，她也是目前哦是我们的三对三奥运以及世界赛全球唯二的裁判之一哦。通常讲到这里都要给一点掌声才对吧？全球世界级的，好不好？Thank you.
是有外界的看我的观众哦，你就在那个拿手在推，这个目标我们王志杰给我们两次拿球的机会。机会。